在对的时间说错了话哦。哎，等一下再说好了。不是，你让我分心。好，你们这样，如果有话真的想要说，就是好了，说说说，考验我功力，考验我功力。你们尽量表达，你们今天想要干嘛就干嘛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今天还有谁生日吗？我一起祝福。祝你生日快乐。这件事，在对的时间说错了话哦。哎，等一下再说好了。有话真的想要说，就是好了，说说说，考验我功力，考验我功力。你们尽量表达，你们今天想要干嘛就干嘛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今天还有谁生日吗？我一起祝福。祝你生日快乐。
今天想说找我来唱这个傲娇，我想说我今天有另外一个身份，但我想这个身份在场有很多人可能也会有，所以我决定把那个战场缩小一点。好，因为我是南京东路张惠妹。有没有信义路的？有没有？那你要帮我取一个。你就是爱宜良啊，你要干嘛？说金店安坑路孙燕姿。庄敬路孙燕姿。庄敬路孙燕姿。我有准备一个东西要给你们看。是我。来，哎，从那边。什么啦？一边是我，一边是爱怡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哦，这边是陈花，就是我哎、欸。我们是他的两半哎、欸。一步绿草也。徐佳莹，你这个演唱会是我看过人生中最扯但是最好看的。我们不能说我们老悲少，快点，我们现在老悲少。你们不要那个紧张，因为你们也有，我们也有，你们也有，我们还可以再加上去唱。没有，没有，我先。对，我先送上，因为你们都拿了。不可能。哎，你们这个里面那些不脱吗？里面不用。那我们就，看，这是。小二郎，高上学。你这是寻人启事，我的是，你这是言不由衷。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秀，我想当米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。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宪歌就在这里。